一千块，咱们吃一千块。小姐，七块留起去，你阿姐安尼够无价钱，我真正后悔。我话你讲啊，你若价一千个人过来，一包鸡块鱼啊，无啊，来啊，一包要送你啊。两个啊。一千块啊。小姐。一千块，这下佫可能钱也满啦，你佫唔价钱，你是要食啥啊？一千块贵个拢满满满，你佫唔价钱，你是来啊？一千块，这下我睇下。两个啊。一千块，我要吃个啦，你包个阿婆来。 我要吃啊！一千块，你包毛豆来可以啊。最后搁一个一千块，啥物事啊？紧来啊！小弟，你迄个送落去啊？是啊，你迄个客啊，几块就够啊？只要你小注意多顶些，千万不要小注意些哦。来，再够你啊，再够你啊。来啊，这边无够，我加两包这个你啊，继续讲，我加些啊。最后我搁招一个，好无？一千块，我来包啊。小弟，我包两个。一千块，好无？一千。 这个唔要恁要食啥？来，你只深海野生的鱼啊，别个。我最后搁加一只海鱼啊，鱼啊啦，无咱卖勉强啊，真正收下面，这一定得袂落去啊。这只野生的深海花鲟，这餐只一只，除了要甲三百块，几块拢无饲哦，无难哦。这只海鱼啊，来这块够哩，头用偌济？这边偌济？这两块块？五四块。上海两块块？这块我加。 我讲啊，这个我来，上尾加加多，这个够哩。我来讲，我招最后一个价钱，我连这只海鱼啊拢我哩啊，一千块搁一个咯。收两个。一千块再有可能，我甲你讲求个，你嘛，你唔好搁伫遐蹲地啊。啊，一千块。哦。恁遐只就今仔炸大只来，美女你要花一千吗？给咱个吃啊，这拢好物件，一千块要来无？两个。我嘛两个。这无大不落去啊，这了钱啊。 那这包还讲哦，今仔日我也是来听哦，伊啊吼，因为今仔早起回来嘛，春节尔，我最后加一包上贵的，互恁，因为有头前有一个甲我买两千，我足甘心的啦。我这包上贵的，若加落，恁若无价钱，我就无搁加啊。来，你甲干杯加个，干杯加个，卖勉强，卖勉强，来卖勉强，来透下来，卖摸透，干杯来透。我加一包干杯，我了发一千的，互恁看啦。来啊，我来讲啊，我加最后一包袂搁加啦。 你也袂客气啊！这包干杯，我了发一千个啊！你会当问我的人家啊，大粒的啊！我来讲啊，这一定真正拼个了钱啊！我最后啦，这包干杯够你吃啊，一千块够一个啊！收钱啊！收钱啊！来，是啊！来无啊，是啊！来啊！你了钱啊，搁加干杯，你咪就咪看我讲。台湾人个，可以弄集中无啦，可以弄啊，系啊。 三百二卖几张啊？叫我看看。一千块搁一个，啥物也无啊？四爷，豆豆一只啊！四爷，干杯一瓶，三百二卖一。上下你几个？四爷。最后搁一个一千钱啊！我要搁一个最后一个人加你加钱啊！我无，搁一个咯。有人加搁加钱啊！我无。阿两个。啊，你个钱也来啊！ 好，你有来啊，无啦，我是讲无客啦，有客卖阁讲啊，我招最后一个人给你钱啊，我一千来。四爷。两个。你阿个无爱互我？答应，阁无爱互我啦。无大不落，你落去遐了事啊。是啊，爸，你真正无大啊，歹势啊。我尽力啦。我尽力啦，我来讲啊，好啦。 来啊！明仔真正应该化工咧，来啊，紧嘞紧嘞，来啊！是诶，啊若无就算啊啦，明仔真正袂堪去，你安尼不落会真好。来啊，我来讲啊，这包花雕鸡我煮个四百几块啊，那计全部拢鸡腿肉落去做，全部拢鸡腿肉甲你做诶啊，这做拢甲我免煮啊，你甲我下有分了，你甲我自动 D B 之类，你若汤头食咧袂甘，我退钱啊，这点啊。四爷。 一只我好四百二十花雕鸡汤啊，规个拢鸡腿肉来啊！好啊好啊，真正无啊无啊，唔通啊，包包包包，攞起来，超加一啊！今仔只收下面啊，恁遐这个加，好咯，起来啊，拜用啊，包包的。好，两尾只嘛一千块啦，一千块啦，一对啊，两个，最后搁一个人加啊，一千啊，总起啊搁一个人加一千，四爷，我绝对要搁收一千二吧，最后搁一个，一千块起来，一千块，一堆全部。 干杯，什么大物？一千块，我搁招最后一个一千。四爷，两个，放过好，卖走，喏，老爷。
恁买到这边，我来讲恭喜啊！恁赚到啊，我呢？这堆安尼一千块你袂晓吃，二三十项物件咧一千块你袂晓吃。我呢是老。搁一包。搁一包的，两包的。我下当搁招恁现场一个一千无？头前一个两万的哦。来，姐啊，伊要一千。来，这边好无？好，无紧，无紧。我变你钱嘛袂啊！我这个加两回四个。四个就好。我是第一份。第一份你先提出重的，你分分别提出重的，第一份咯，是第一份咯。你迄个两包是一份咯，上次的我请一个。来，四个，四个。最后剩两个啊，你后边来点票啊？准备起来，干杯，拢来加落去。哦，四个。准备着恁趁着恁要搁看落去。最后剩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看要落大买买无？真正你啊。要准备啊！这里还有一个，头前看声，头前看声，头前。我四爷。那分啊，看头前啊。五个。最后一个啦，真正无啊。最后一个啦，一千啊，看上卖啊。五个。这两个唔卖，真正无啊。来，你看上卖新车。最后一个一千块上卖车啊。五个。干杯咯，你啊。分了，你找到姐了。大家最好一个好吗？无位啊。我来无啊。无啊无啊。分了分了。好 ，OK OK， 我咧食饭，我再煮了。你对面咧炒来。好好，我知，我这包包的即摆全部好，包包的。大你还要一个来包我家？来，我包包。来，是先生，你收一个哦。你带这么贵？不呢？无啦，不是台客，无台客，有贵，无够的啊，加台客啦。伊一百块无够，加台客啦，这不是安尼啦，不对啦。来。真正嘞。来。来。来个，你要吃什么呀？香鱼啊，香鱼我现在就有啊，现在这盘我给你。那香鱼上面吃，啊，这里气泡提起来无？香鱼上面吃三包就好了。这一尾香鱼三包，两尾三包，三尾三包，四尾三包，五尾啊，六尾啊。啊，三尾无得了。哦，当然。七尾啊，八尾有你啊，九尾有你啊，十尾啊，来三包上面吃，上面吃啊。来这边，香鱼上面就这几块片啦，收收车来，头前头前，我两鱼三鱼三无。好啊好啊 ，OK 啊，我四尾啊，五尾啊，六尾啊，七尾八尾啊，九尾啊，十尾，再到边到几块片。大家美女家，听下罗，听下罗，大爷啊，套条刚够。应该要食套条，那边我变变啊。啊，你拢几尾？我八尾啊，十尾啊，最后四尾香鱼上面来啦，百二啊。我是妹妹，你要去包吗？我刚有算过，有拿到这边，还有来套停车，来阿五八的，下五八的，好好好，来个来要吃套条的，套条今仔早肥的来啊，要吃免一千，免八百，先加一个五八，套条上面吃五八，有人要吃套条无五八，来遐个五八，人要吃无五八，我来包的。啊！你若讲花雕鸡，中华标价一千，最后迄个就是啊，老李啊，就最后迄个啊。你讲有花雕鸡？对，顶个是对面迄个啦。花雕鸡啊，你找看卖啦，无你个啊。我话冰糕也无伊。你放伊后壁，你无去。来。干部，来你客过来，来这个套餐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套餐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吃套餐无？我要求恁娘一尾仔同要加另外四尾。来，我来讲，你若要五百，我阁加一只送你啊。来五百，上面吃套餐啦，五百块，有人要吃套餐无？我来这边就是。等嘞，等嘞，等嘞。来两个。我加一尾仔你好，今仔要休困啊。一尾讲你，来五百，上面吃五百块。阁有要套餐无？五百。阁有人要套餐无？来一道。我来两个。你后礼拜末我出价啊，我都加一只送你，我一只卖你金包啊，来五百，卖你金包啦，无我死我。五百，你爽未？最后一个五百，我出价卖你，来。我先买个箱子哦。箱子。